大家好，我是艾多美中国产品开发部 Alita。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艾多美的产品战略、品牌价值观，以及我们是如何做到优品良价。我们提到艾多美的产品，就会想到优品良价这四个字。简单的四个字说起来容易，但是真正要做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做到品质优良，还要做到超值的价格。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挑战。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四个字背后的意义。艾多美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公司，仅仅10年就实现了年销售额超过1兆亿韩元。这样一家飞速增长的企业又被称之为独角兽企业。那什么是独角兽企业呢？就是那些完成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业绩增长的企业。而艾多美就是这样一家独角兽企业，从2009年成立至今，艾多美的业绩逐年快速增长。2019年，全球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兆5000亿韩元。如此快速稳定发展的基础是什么呢？没错，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产品。我们快速稳定成长的基础就是产品。艾多美经营目标之一是立志成为全球流通枢纽。凭借在世界各地寻找优质的产品，以超值的价格供给我们的消费者，GSGS 战略、全球采购、全球销售战略，成为连接全球产地与消费者的枢纽，使多样化的商品及服务通过艾多美平台进行流通，以超值的价格获得优良品质的产品，我们称之为大众精品。大众精品这个词看起来是一个矛盾的合成词。大众指的是让大多数可以拥有，精品又指的是少数人才能拥有的优质名品。那么，大众精品的含义就是让大多数人拥有优质名品，用亲民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这就是我们的产品战略。10年以来，我们坚持这个原则至今。当我们将产品的各个维度的品质提升至更高，价格还要尽量的努力降到更低。那消费者喜欢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是指相同的价格，品质更好的意思。而我们则更看重的是性价比。相同品质，我们的价格更加超值、亲民，更受消费者的喜爱。消费者追求的产品品质要求并没有降低，但是可以通过艾多美用超值的价格去拥有它。我们就是坚持这个原则，打造出我们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举个例子，左边的图片大家都能看得出来，这就是我们的 Hemohim 艾多美焕丽饮，对，这就是它的中国名字焕丽饮。艾多美焕丽饮累计销售额已经超过了1兆韩元，数量超过了1亿盒，产品销售连续4年第一名。右边的产品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化妆品艾多美艾诗洛特真颜系列。这款产品上市的第一年就刷新了记录，年销售额超过了1000亿韩元。为了拥有更高的品质，我们会选择优质的原材料，产品成本占价格当中的比例高，这是我们保证优良品质的基础。不会为了降低产品的价格来去削减保证产品品质的费用，我们只会降低各个环节的管理费用和流通费用，让消费者用超值的价格用上高品质的产品，这样的产品才是成功的产品。所以，艾多美的产品战略就是优品的同时，还要保证良价，要做让消费者喜爱、满意的产品。我们坚信，最好的营销方式就是产品的品质。好的产品是不需要过多的说明。如果说今天大家听了我的分享，觉得艾多美的产品很好，你可能会相信我，买艾多美的产品试用一下。但是如果产品品质并不好，你不会再去买第二次和第三次。但是如果您用试用了我们的产品之后，发现它的使用感太好了，效果也不错，还想继续用下去的话，那这样的产品就不需要更多的去说明。产品自身的品质就是它的营销手段。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艾多美为了保证品质都做了什么。第一，无成本预算进行开发。
我们开发任何产品不会先设定它的销售价格，这可能跟其他的公司开发产品有所不同。在没有预计产品价格的情况下进行产品开发，这对产品开发的人来说是不走寻常路。因为如果一开始就设定了产品的价格，为了保证足够的利润，在选择产品原材料时就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寻找，产品的品质在开发的一开始就被限制了。而艾多美不会这样做，我们不会限制开发的预算，也没有开发的时间限制，让我们产品开发的同事可以毫无压力的情况下，从消费者的角度上去审视产品，这个产品是对消费者长期需要的产品吗？会不会打破社会的平衡？会不会破坏生态环境呢？等等等等，我们要开发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寻找更好的原料，呈现更好的产品效果，这样我们才能对自己的产品更有信心。当然，也有人会担心，不考虑预算，为了追求品质，产品的成本也会涨上来了。那我们是如何保证更合理的价格呢？接下来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共同成长文化和一品一设原则。用竞价招标的方式来选择供应商，应该是大多数企业的做法。企业为了价格更加的有优势，为了拿到订单，一定会开出更低的价格。但是为了保证自己企业的利润，一定会在提供产品品质上压缩，这样品质就不能保证了。艾多美的做法不同，我们会采取一品一设的原则，我们的订单只给一家企业，当然这家企业必须是优秀的企业。比如要生产牙刷，我们会找一家确实能够生产出优质牙刷的企业，信任该企业，并向其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帮助。比如如果企业说通过大量采购原材料可以降低产品成本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帮助企业大量采购原材料。如果通过增设生产设备能够降低产品成本的话，我们也会向企业提出这样的帮助。跟企业共同成长带来的好处就是，企业会跟我们一起保持紧密的联系，形成了长期合作的关系，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研发，提高产品品质。只有为消费者提供了高品质的产品，才能和艾多美一起发展下去。第三，强强联手，建立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创造更高的产品品质。提到艾多美强大的研发和生产背景，不得不说的就是科马 BNH。接下来由我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科马 BNH。韩国科马和韩国原子力研究院共同出资成立的科学技术信息通讯部注册第一号研究所企业科马 BNH。科马 BNH SBT 只与艾多美公司合作，并进行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运用韩国原子力研究院的免疫功能改善、生命工学技术，研发个别认定型保健食品，拥有高浓度提取技术、新鲜草本提取技术等多项技术，使科马 BNH 具备了卓越的产品研发实力和竞争力。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创造出更高品质的产品，让消费者真正的享受到大众精品。我们很多产品，艾多美焕丽饮、鱼油软胶囊、普洱茶、益生菌粉，还有美容护肤品、艾诗乐特真颜系列、基础六件套等等等等，都是由科马 BNH 提供的。第四点，艾多美拥有严格的品质管理。艾多美的营销手段就是我们产品的品质，所以我们更看重品质优良对企业的影响。首先，我们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这是所有公司都应该要遵守的基础。从产品开发一开始，我们就会挑选有能力为我们提供优良品质的生产企业。其次，我们跟企业共同成长，我们也会跟他们提出改善的建议，并且帮助他们一起为提高产品品质做出努力。第三，听取来自市场中的声音，收集他们对产品的真实反馈，不断提高品质，优化产品的使用效果，让每一位会员都爱上艾多美的产品。这就是我们的产品哲学，大众精品哲学。优品良价是艾多美追求的真正的价值。